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已经抵达广东沿岸，与其相关的冷空气将带来持续寒冷的天气，而本港的气温较寻日低了4至5度。天文台预测，市区的气温由初时的14度显著下降到最低只系得10度，新界就再低2-3度。今日会密云，同埋有几阵雨，初时沿岸有薄雾，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。展望农历新年假期持续寒冷同埋有雨，而最低嘅气温只系得9度左右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。